乔恩在2022年与马来西亚艺术家曾伟昌完成结婚登记，小两口也选择在交往5周年纪念日当天，在马来西亚兰卡威补办婚礼。婚礼当天，许多好友都到场祝福，现场星光熠熠。而身为陈乔恩好友的谢娜，因为行程关系无法出席，也不忘隔空送上祝福。谢娜在微博分享了一系列陈乔恩的婚纱照，并在文中写道：“乔恩永远快乐幸福 ，Allen 一定要永远宠爱乔恩。”陈乔恩随即转发并感谢对方，感动直呼收到红包很开心，还附上了谢娜转账的66,666元人民币红包截图。消息传出后，谢娜的豪气红包立即登上微博热搜，引发网友热议，纷纷表示羡慕两人的姐妹情深，并祝福他们的友谊长存，以及也祝福陈乔恩婚姻幸福。